今天起来这么早啊？来，我帮你洗一洗。饿了吧？洗完了咱们就吃饭啊。给我。舒服吧？好，我们来。昨天我去车队了，我看到了杨队，他跟我说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你为我放弃牺牲太多东西了，值得吗？为了你，值得。不要为我浪费太多时间。突然说这些，要是我一辈子都这样了，你想过没有？以前你昏迷的时候，有人问过我，我现在的答案是一样的。不管你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会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胡子，你还年轻，你要过自己的生活，不要把我放在你肩上。没事儿，我年轻。扛得住。你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是吗？